剥锁骨的这个沿儿，锁骨的内沿儿里头有这么节儿，给它剥开了，胸和乳头肌抓起来摇，然后把什么呀？把肋骨胸前的这个肋骨之间的这个缝儿啊，然后给它剥开了就不打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打呼噜的，结肠炎开四关就已经不难受了啊！不敢下针就用手，我都告诉你，拿筋膜枪都能治病，用一根筷子都能治病啊！最近的一期线下课是12月14号，